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中部，濒临渤海、黄海，属低山丘陵区，空气湿润，气候温和，这里云集了很多高端别墅。我们选择在烟台打造高端别墅群龙湖不台湾。多年来，三星曾与龙湖集团在全国多个项目中有优质合作，最终三重也用事实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项目我们设计空调的时候，最优先考虑的是客户的舒适体验和产品的稳定性，因此我们采用了 DVMS 系列和超薄型风管机。超薄型风管机安装在天花板之内，运行噪音低，不影响房屋的装修装饰。而且可以根据厨房、客厅、卧室不同房间的用途，调整每台机器的温度，为用户提供更舒适的室内环境。我以前的房子有很多台空调室外机，它们各自发出的噪音、震动，还有很热的风，会时常打扰我的生活。但是现在的房子只有一台室外机，它可以带动所有房间的室内机，感觉上确实安静了很多。现在空调安装占用的面积变小了，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利用。沿海城市的空气伴随着海水的蒸发，会含有大量的盐分，有时会使室外机热交换器被腐蚀，影响空调的使用效率。我们三星的 DVMS 产品在室外机热交换器上采用了抗腐蚀层处理，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同时我们拥有先进的 SMART 智慧型除霜模式，高效的除霜模式大大地提高了产品的制热效率。三星中央空调的配套产品是我选择购买龙湖菩提海湾别墅的原因之一。你知道一个可以信赖的产品会让你省去很多麻烦，一点都不要让我操心，这是我所希望的。我们找到了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环境的空调解决方案的最佳合作伙伴，显然最终结果令我们非常满意。